你是在练习这边打球吗？回主场，回母队，老东家。蔡耀勋地板球给到雷神，这是个2+1，而且秦明庆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了。要跳出来了，不能光看外援。哦，秦明庆转身，哦，要来单吃 Gilbert， 没成功，雷神的防守篮板。吴小景再回到场上。 亚历山大 Alexander 身体对抗，A4快攻，对，雷神之锤啊！这个另外就是刚才球评石超杰教练杰哥讲的，排球场上的 A4快攻，清楚干净啊！这个锅子，损失一个哦经验的一个球员。 暂停回来 ，Aquino 分给到了蒋乔安，出手过头，雷神进攻篮板，补球是比较单薄。陈内斯出手没有投进，对，雷神给到高国强，皮克肉之后下沉，两分拿到，难度非常的大。胡罗茂暂停之后回来。 有时间压力之下的出手双塔，黑白双塔，哎呦，正面打板，这个大哥在外面偷笑，头上的线 ，Alexander 进攻篮板被 Artino 先手第一波假动作，篮底下要单挑黑白双塔，还是传出去 ，Alexander 球没有拿很稳，再给吴一冰，再回给于焕雅。 再试一次，哇，越投越偏。哦，球给的蛮快的，雷神撞了一下。雷神的得分线。所有的责任都扛在 Brickman 身上，28分的得分了，投进6颗3分球。 库萨斯今天胡龙茂他只打了10分16秒，对，现在只能在场边帮队友加油。雷神真的换篮筐，放你外线不让你打篮下。Jordan 拆炸弹，弧度拉高 ，in and out， 雷神又拿到进攻篮板，不到10秒，吕继尔，阿蒂诺，哇，阿蒂诺，雷神一直谢谢裁判。 今天雷神打得很好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有没有可能再把球拿回来继续跳？雷神两手把球给保护住，吕继仁长传到前面，再回给托特进来的阿提诺爆破篮筐。说就是教练希望他们打最后的弯下，陈怀恩出手没有投进，吴小景已经无伤大雅了，无伤大雅的出手啊，另基本上也不防守，到恭喜台。